我们现在就看到，欸、哇，这边那个赖清德副总统已经到那个天德宫了。我们的赖副总统，对对对，以后的赖总统，赖总统，他在这一次那个也来到这边。然后这个时间呢，距离这个起驾，说真的，我们现在录应该在做节目是八点多，是八点多起驾是晚上十二点，那他会一直在那边待在白沙屯，哎呦，也是很有人情味，是是是接地气。对，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赖副总统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了，哎、他现在恭喜一下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哇，你看他真的跟他很亲近，哎、哇，有握手，手就伸出来，然后还在跟大家那个打招呼开杠，听阿北丢，因为永烈没有赶到现场，对，永烈没有赶到现场，那我们现在这个镜头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对，好。哎、欸，你看他也是很多的，很不錯，我们的 Houding 咖，都想要来跟我们的、這個。应该是问一下导播，导播那个现场的声音听得到吗？那我们让大家听那个现场的声音，有是不是？有了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听一下副总统跟大家在聊什么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赖副总统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这个已经来到了我们拱天宫神明的面前。是。那他现在呢，要帮忙做的仪式呢，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妈祖出神龛、嗯。因为呢，看到在下午啊，这个妈祖呢，他要沐浴更衣，做一些这个徒步进香的一个准备。人家说随增搭班嘛，换新衣服，所以呢，在这个。完全换了新的衣服之后呢，待会会有我们的赖副总统哦，然后亲自呢把我们的妈祖请出神龛。对，好，当然那个一定也是遵照那个科仪，他要跟今天我们看到那个蔡英文总统一样，在这个山这个我们的这个白沙屯妈祖面前，也要先来做一番的那个礼敬、嗯。然后旁边当然也陪着的是也是主委跟县长。那今天这个总统来进教。然后我们的未来总统来这个请妈祖对出神龛是，其实，在古代的科仪也是，就是有重要的神明、就是的一些科仪，其实也会请到这种天子啊，对不对？就会有一些这个来做这样的科仪仪式，会有一种让地方上啊，在信仰中心的这些旁边大家的群众心也会觉得哇，这边。包括这整件事情也备受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那种推崇啊，或是也来致意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是国家重要的武术嘛，是，所以就看到了，我们都是一个国家领导等级的，还有我们的地方父母官一起来。那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赖副总统，这个拿起香来了哦，是，要先开始来这个参香。众生由五德五法十五群，中华民国一百十三年三月十七日。赖副总统真的会拜拜，你看他嘴巴念念有词。有有有，拜拜要讲改名啊，我要断德伟这样子，所以他说要断总统府。对。限六五六经一地地，恭请限六出席他。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先生。台湾大旗在中平宫长香祈福，以为贵宾，国旗文武百官，国旗民意代表、立法委员、院长，以及中平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唐文华、副主任委员李文春率领全体委员感谢祈福，向天上献礼，连三届典礼已经香。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事事有灾、百战有庆、大吉祥、赞建香。中祝中地乡天上石榴，新会天地里有万年，香火鼎盛，信众热情。甲新年，往北港进香，会当万万顺利，三建香。祈求石榴的理由，理由就副总统大清德先生，先进青年，建功宏泰，天前所有部分地主名顶，家人积水固石，贵人天助，南疆地方入前城，他大福地，地地高路财，上建香，一香葫芦。
因为以后无言辞，中华民国副总统罗清平先生恭请天上圣庙出席哈，请诸位委员啊，以及咱邀请咱的副总统啊，以及咱新安排。考证未果，恭请天上圣庙出圣诞。三鞠躬，三鞠躬，嘿。